大家好，我是小颖，今天教大家做土豆的新吃法。先把土豆去皮，切成小块。再加入100克的面粉，再搅拌一下。用手揉光滑。花前的雨下，为谁人思念着。盖上盖子，请15分钟。醒好了，上面倒一些花生油，用手磨均匀，再用擀面杖擀开。为何不多一点坚持，用刀切一下，然后再斜着再切一下。感情需要安静的重塑，油烧到5成热的时候下入锅里，追寻一分钱炸到金黄色就可以了。已经炸好了，外酥里嫩，特别好吃。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我哦，谢谢大家。